他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美的青春之歌，他的事迹感动了中国，得到了习总书记的赞扬。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赞美黄文秀同志这位当代青年楷模的一首淳朴而深情的歌曲《阿秀》，作词梁尚武，作曲曾海平教授，演唱罗静老师，请欣赏。
高昂。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同学们，在今晚的音乐会上，我们将欣赏到一首由我国著名画家、原我院的老院长黄格胜教授作词、李勋老师作曲的一首朴素而又真情实意的歌曲《真心话》。这首歌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呈现，演唱侯明，请大家欣赏。 不等于智慧，天才不一定就能够成才。等受了寂寞，等。
一代又一代的老师向辛勤的园丁耕耘着这片艺术的沃土，桃李盛开在各族城乡，为我们的民族艺术教育事业奉献了满园春光的万紫千红。良好的师德师风在艺术学子心中播下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梦想。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蔡琛卓书记作词、戴伟教授作曲的新歌《师恩难忘》，演唱者陆雅妮老师，请大家欣赏。